点。西螺大桥下，浊水溪河床，一整片田根紫草盛开，白茫茫的景象，俯瞰好似白雪覆盖河床。摄影爱好者带着器材深入河床，就为了拍下这如白雪般的美景。田根紫草原产于印度，会将糖分储存在茎里，因此得名。特性是能在扰动土中快速增长，还有防风定沙效果。每年东北季风吹起来的话，哇，整个那个烟尘真的是跟大棚屋哈，我们说浓雾一样。有这个田根子在的话哈，它风可以定植那些土壤啊，灰尘会比较少。由于积极蓝河堰导致浊水溪溪水变少，过往每年冬天浊水溪河床的扬尘风沙让周遭居民不堪其扰。相关单位在河床喷洒田根紫草的种子作为定沙用途。苗栗头份中港溪流域周边也同样有大片田根紫草，与芒草外形相似，时常让人搞不清楚，最大差异就在生长地点。田根紫草生长于河床地区，中秋节前后开花，呈现纯白色。芒草则常见于山坡地，十一月前后开花，花穗抽出时先呈现红色系，之后转为银白色。开那个台腰线看到啊，然后一直找啊，刚开始是一直找，找没有录下来，结果找到了，找到这个地方，超好拍，很漂亮，拍起来超美，秋天的景色，看到这个就代表秋天到了。田根紫草不只能防风定沙，花开时节的梦幻场景也意外成为打卡景点。三立新闻林伟之、黄梦珍，云林苗栗综合报道。